第十一课，语音难点。一，音节末尾是啊、哦、呃、乌。举例：刀把、吊架、爪、粉末、大火、高个、小碟、主角、泪珠、豆腐脑、豆角、纽扣、足球。二，韵母是一、吁。举例：玩意儿、唱曲儿。三，音节是知、吃、诗、日、滋、呲、丝。举例：橙汁儿、齿儿、没事儿、瓜子儿、忘词儿、铁丝儿。四，音节末尾是一呢。举例：小孩儿、一块儿、摸黑儿、一会儿、脸蛋儿、照片儿、拐弯儿、手绢儿、没门儿、口信儿、光棍儿、合群儿。五，音节末尾是嗯。举例：香肠、打晃、小缝、花瓶、有空、小熊。